我就看到那里哇，七点，那个去，地开啊，有楼梯。那经过稍微讲一下，这样而已的哈。以后这个地方要做什么呢？中间还是一个艺文广场，以后这个地方要做小吃跟西罗的龙套产品的展销的市场。一个，我们生活技能加强以后，我们有一些东西是卖应付外地观光客的哈。我讲这其实白行不重要，我讲我代志先重要。安尼就有一个新的迄落。老字号的丸庄酱油创立于1909年，为西罗地区最悠久的酱油品牌。第一代的创始人庄清林老先生，配合西罗地区独特的水质与气候，再加上古法酿造技术，坚持传统的纯酿造黑豆印油，开启了酱南世家的王国。1914年成立庄义成酱园，为了便于辨认，以包装上的原装将企业识别品牌化，以代表自家所生产的产品。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黑豆又名黑大豆，是属于一年生草本的豆科植物，味道甘美，是古老中药里的一剂良铁。用黑豆酿制成的糊底油，不仅具备黑豆本身的滋养功效，甘醇香浓的质地更是调料中的特级上品。丸庄黑豆酱油是依古法天然酿造，完全采用黑豆为原料，以独家培养的菌种经太阳曝晒及祖传技术处理，加上独特的酿造必须条件，水质、温湿度、气候，才使丸庄酱油一直维持极佳的品质，因而享誉四方，历久不衰，而让这香浓好滋味源远流传的就在这关键密码180天。Thank you.
闽南人习惯用黑豆自己来做酱菜跟做酱油，移民到台湾以后，就把这些家庭的手工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把它量化做一个商品。因为是一颗一颗黑豆放在缸里面发酵做成的，那个在缸里面发酵的过程叫做印，那达人叫做印啊。因为这样做出来酱油叫做印油，有别于其他做的酱油。到了今天，全世界各地大概只有台湾还有这个量产化的黑豆酱油存在。原浆是在闽南地区已经看不到了。现在散布在各地的台湾人，当他们怀念家乡的时候，大部分都会以印油来写酱油。这个台湾特色的酱油，都是台湾之美，也不为过。在2006年，丸庄荣获日本长石食品认定，丸庄的瓮式酱油产品已为日本食品品质权威大师视为世界级文化资产，而其秘诀就在于历代掌门人仍坚守传承，手足间地利同心。丸庄是把台湾酱油外销到日本的酱油业者，可说是台湾人的骄傲。丸庄酱油从西罗的品牌开始，到台湾的品牌拓展成为华人品牌，全归功于丸庄酱油坚持传统、一股创新的精神。